这期的教学内容是第二式引气归元的教学，那么此式需要将双脚打开，与肩等宽，依然是百会穴上领，眼睛平视前方，鼻吸鼻呼自然呼吸，舌顶上颚，含胸拔背，沉肩垂手，活腰松胯，屈膝圆裆，松静自然站立。自然站立30秒即可。那么此事不强调意念，呼吸动作协调连贯即可。吸气时，双臂从两侧抬起，掌心向下；到头顶上方时，掌心向上，手指相对，同时脚跟离地踮起，双掌用按劲儿。上托，充分的伸筋拔骨拉伸，然后转掌，吸气，呼气，气沉小腹下丹田。